欢迎收看街坊突击队。各位小时候还记得有上过哪些才艺课，觉得对你的未来有所帮助呢？ But 这些才艺真的让你未来的路有更加顺遂吗？还是其实根本没什么屁用？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小时候学什么才艺到现在没什么用？珠心算，现在出门买东西也不会拨来拨去，对啊，计算机啊，学屁啊。看小时候为什么会学？被我妈逼着学。珠算心算，就算数的时候会稍微快一点点，有时候在找客人前1000块以内的那个还可以。那我现在如果这个简单的来了，752减345，紧张紧张，再给一次机会，刚暖身呐、啊，上去856减321，856减321，5 3 1，1000块以内的那个还可以，明显没有用吧。我小时候有学过围棋，我都没有跟人家讲过我下围棋，因为没有什么用啊。就当大家都会弹吉他，会弹钢琴，然后我下围棋哦，好，会弹钢琴感觉蛮帅的，帅度立刻增加。芭蕾就是发现自己肢体的那个协调性还可以，但其他我觉得还好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没有学到关于钢琴，觉得好像我不会弹钢琴，学过钢琴没有用，我真的是忘光了。会弹钢琴感觉蛮帅，觉得好像我不会弹钢琴。当初自己有想学吗？应该是妈妈想为我学吧。我不想学，我弹到后来还把老师气走。素描，小时候画火柴人，我妈觉得很可爱，她觉得我很有画画天分，就送我去读。我觉得我是赔钱货。你说你画那个火柴人，她觉得你很会画画。因为我的火柴人不是直的，她手可以卷起来。妈妈觉得女儿很有天分的火柴人示范中，她手可以卷起来。奇怪，会卷哎！我妈觉得很可爱，她觉得我有画画天分，我觉得我是赔钱货。为什么手要卷的？我航海王。速读吧，爸爸妈妈让我上。小时候有那种什么一目十行的那种，练完之后你有更快吗？根本没有，一目十行两行可以吗？可以一目两行，但是不懂意思。跆拳道是我自己要求上的，对竞技类的运动有兴趣。这边一个侧踢吗？好，一个前踢。痛！高哎！太久没踢了，真的好几年了。那你平常说桌球。他说要训练眼睛视力。那时候你觉得动态视力有比较好？我觉得没差。那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很会打。第一个学期我觉得我在初阶班是 OK 的，第二学期我同学都在进阶班，就只有我在初，我就觉得在针对我。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很优秀，长大发现就是我只是一般小孩。对未来有帮助？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去考美术班。考美术班有什么帮助？快乐吧，但其他我觉得还好。学钢琴对你有任何帮助？就有很多不要练钢琴的小聪明。等等，我们不是指这种帮助，应该很明显没有帮助吧？刚刚算的两次都错。752减340，452减321，531。练跆拳道啊，在你那个求学阶段的时候，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帮助？是没有任何帮助。对，但硬要说真的没有用吗？ maybe 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我，你知道修身养性，要静下心来。不知道妈妈会不会看？如果你以后有小孩啊，你也会鼓励他小时候多接触一些才艺？会啊会啊，我觉得去才艺班比去安心班好，可以学到新的东西。我现在就觉得小朋友学钢琴好像不错。是小朋友他有兴趣的吗？没有。应该是妈妈想为我学吧。我不想学。他是喜欢上音乐课，但是我跟他说那我们来学钢琴吧，他会说不要。不会，我觉得好可怜哦。我自己教他可以一目两行，但是不懂意思。看懂他到国家用吗？我看他们想要学什么。我可能会想要问小孩你想要什么，主要是看他吧，你也不知道他兴趣是什么，让他自己慢慢去想。真的有兴趣的东西，他还学得上去。幼稚园 baby 的时候，那送他去学的时候是妈妈想学，不是小孩想学，就跟你围棋一样。对对，妈妈都看到了，芦苇加马街只有精心限定，小编们超费才艺分享。首先第一位要挑战20秒画出哆啦 A 梦，表演一下你的特殊才艺嘛。这里刚好有一只奇异笔。我说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了。预备，等一下，预备，预备。是在第三。开始。小时候
一直看哆啦 A 梦，就一直画，一直画，一直画，没什么屁用。我的技能就是可以弹舌很大声，有多大声？够啊！他可以连续几次？看我舌会不会酸吧。第五声。舌头放在上颚的地方，闭着舌头在挤压空气，然后用这个地方。还是学不会。问号。多才多艺的小编，接下来要示范背才艺之二——朗诵。朗诵真的很智障。今天我要朗诵的主题是老榕树。已经不会了，你知道吗？路边有一棵老榕树。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土里。你别笑，会一秒闭双眼皮，太近了，等一下哈。好，谢谢。我可以连续的折手。我可以在十秒内喝完一罐铝罐的沙士。计时开始。紧接着是韩老师的三花绳表演。星星。飞机球。电灯泡。我今天刚好有带纸笛来上班，在这里吹得很突兀。不会啊，会很突兀吗？会很突兀吗？有一点。没有啊，我怎么接下去？小时候一直看哆啦 A 梦，就一直画，一直画，一直画，没什么屁用。第五声。今天我要朗诵的主题是老榕树。我可以在十秒内喝完一罐铝